儿办婚前趴，小贾斯汀唱一晚给三亿。身价高达3.6兆台币的印度首富安巴尼为小儿子阿南特·安巴尼举办世纪婚礼。从3月起就开始办婚前趴，第一趟光是邀请歌手就砸800万美金，2.6亿台币，请来蕾哈娜。6月同样砸2.6亿台币邀请 Katy Perry， 这场婚前趴包下游轮，邀请800名嘉宾畅游意大利。前天举办第三团婚前趴，歌手费提高砸1000万美元，约3.2亿台币，邀请小贾斯汀演唱10首歌，等于一首歌就赚超过3000万。小贾2002年因寒病颜面神经失调休养至今，印度首富砸3亿让他病后复出，粉丝也相当开心。这三团婚前趴办下来，少说已花了100亿台币。重头戏在下周正式婚礼，7月12到14日将在孟买自家450亿27层楼豪宅，一连盛大举办3天。